这两个孩子你都见过吧？他们俩都喜欢咱家小娜，是吧？嗯，怎么跟小娜求婚了？啊，不不不，这个目前还没有。那你可以走了。哎，你看是这样的啊，咱家小娜的婚事现在是头等大事，对吧？应该放在第一位。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就会让人家觉得咱家小娜是单亲家庭，这样恐怕不好吧？我已经拿出我最大的耐心听你说话了，到底有没有正形的？有有有，当然有。我今天已经约了他们其中一个到咱家来吃饭，我的意思是，到时候你也能够作陪。哦，对了，你猜猜看，是他们其中的哪一个？滚！好，这个，苏一。哎，回来了啊！苏一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我们请他吃饭。啊，那个，哎，来来来。上次青年社的事啊，多亏了苏律师，所以我还想再感谢他一次。哦，那个，那我去洗一个手，换身衣服再下来。哦，啊，行。好了好了，你这孩子，那个，苏律师，要不你去叫叫小娜？啊，对，啊，好。像这帮万恶的资本家把小娜都折磨成什么样子了，头疼。我手头还有些活没做完，一会儿再做吧。吃饭了，一会儿饭菜都凉了。你先去，我一会儿就上来。我今天来是不是有点唐突啊？没有，我妈跟我说过，我可能忙忘了吧。你要是觉得这个不合适或者不舒服的话，没关系的，我跟阿姨说一声，我就说我出去吃，我公司有事儿，没关系的，真的。我妈这个人就是特别热情，你别扫了她的兴。你先去吧，我很快就上来。啊，那行，那你先坐，我在楼梯口等你，好吧？你坐，不打搅你。习惯了，我不会用筷子。小娜，你做的是夹菜。嗯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叔叔阿姨叫我吃饭。哦，我过来拿一下我的东西，然后顺便看一下伯父伯母。OK。那我就先把东西搁这儿，不打搅你们了，拜拜。哎，长青啊，长青，苏一是我爸爸请来的，我事先并不知道。为什么要跟我解释？我刚才看你好像有点不太高兴。
为什么这么在意我的感受？你没不开心是吗？当然没有。OK。生气了吗？哎，明天我们吃个饭好不好？就当是95-27约2046。95-27和2046已经结束了。OK。95-27，2046。